医生和护士呢，如果有什么辅助性的工作呢，你也要帮忙的。换下来的床单、被套还有医疗器械，必须要马上拿去消毒。好。哟，都拿个本记上了，还挺用心的。谢啊，去哪儿呢？内科会诊。这是苏大夫，是咱们妇产科主任，也是我们的领导。我认识苏大夫，麻烦您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尽管跟我说。暂时没有啊，做好你本职工作就行了。苏大夫平时也这么凶吗？老板这里乱说，苏大夫那是忙。以后不许在科室里乱嚼舌头啊，这条过去。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连这袜子都欺负我。破袜子！吴师傅，哎，来了，打水啊！谢谢你，吴师傅。看，正式上班啊！啊，今天开始上班了，你可救了我们一命啊！不过你们城里人不信磕头，那我给你鞠个躬。呦呦呦呦！别！我们城里人啊，尤其不兴给活人鞠躬，还是别鞠了。那不让磕头，不让鞠躬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呀？哎呀，用不着报答，用不着。报答这个。别，这袜子臭，我。哎呀，袜子有什么脏的呀？这本来不是男人干的活儿，等我补好了给你拿过来。呦呦，那可真使不得，你别。吴师傅，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的啊，你老住这个值班室，你们俩是不是闹别扭啊？别怪我多嘴啊，一般能干的女人都不会照顾男人。这样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我来给您弄。走了。不是说他们妇产科要找个男护工？哟，还挺能干啊，护士长。这衣服是谁的？这个是锅炉房吴师傅的。他一大男人笨手笨脚的，也洗不干净，我就顺手。你知道苏主任跟吴师傅是两口子吗？我知道是他们是两。哎呀，算了，话别说一半啊。这苏大夫和吴师傅明明就是两口子啊，一个住家里，一个住值班室，叫什么两口子啊？我们农村都是男人喝完就打媳妇儿，打完媳妇儿就往外跑。你们可真有意思，都是男人怕女人怕的都不敢回家了。哎，护士长，您跟你爱人挺好的吧？你管的真多，你干你的活吧。以后吴爱生的衣服你别给他洗了啊。哦，按医嘱吃药啊，主要还是多休息，多喝点水，别干重活了。有问题再来找我啊，来拿着。好的，谢谢。慢走。来坐吧，几个月了呀？100个月了。啊。讨厌，净拿我开玩笑。谁敢跟你苏一刀苏主任开玩笑？是你工作的太专注了，没顾得上我这个小护士长。别瞎说。哎，来的正好。你呢？哎呀，腰又疼了。哎呀，又是。我今天早上连着做了两台手术，腰吃不消了，帮我揉揉。来，趴下吧。这儿吗？哎呦，轻点儿你！太轻了没有用。哎呦，我说你也真是的啊，两台手术做不完，你就下午安排一台，自己做不了就派给别人呗。他们科室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大夫。你说这个患者挂我的号啊，我这做医生的，我能不管呀？以前吧，我每天下班
我还说还能给我揉一揉，用热水敷一敷。对，说起吴海生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看见那个兰花给吴海生洗衣服了。兰花？哎呦，这兰花可真逗！你说他有劲儿是不是没地儿使呀？给吴海生洗衣服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么严肃干嘛呀？哎呀，行了啊。月月，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洗个衣服怎么了？让他洗呗。洗件衣服还就能把吴海生给拐跑了呀？那还真说不定。你这边冷冰冰的跟铁板一样，人那边知冷知热的。万一吴海生心一软和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真不好说。行了啊，不至于。我们俩虽然总吵架吧，但感情还不至于那么脆弱。是，就算没那么脆弱。可是这传出去总不好听吧？你一堂堂一个主任，自己的男人都料理不了，衣服交给别的女人洗，好听吗？我说句话，你别嫌难听。就你这身体，能在手术室上扛几年？你早晚都得退休吧？退休后你靠谁？还不是靠人吴海生？就你这腰吧，我能天天给你摁哪？只有吴海生能。没事吧？春雨，你这心思啊，不能全放到工作上，还是适当的往家里匀匀啊。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，据统计，全国今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90万人。创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历史新高。春月，哎，今天你们家老三高考啊？哎呦，是呀，他是真能考上大学，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吧。看你这姐，当的也真不省心啊。哎，你之前不是说等他考上大学，就准备要孩子吗？还要吗？跟吴海生要啊？啊？我们俩现在睡都不睡一块儿了，怎么要孩子？你俩从什么时候不睡到一起的呀？从他搬到锅炉房？还早啊。一年啊？我觉得我们俩这叫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怎么样啊？考得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你说话呀！不怎么样。苏师傅，春兰，这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这个德行，没考好就没考好吧？你至于吗？今天没考好，不是还有明天吗？这科没考好，后边不还有四五科吗？结束了，一科也不想考。说什么？苏师傅，别生气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，有你这样的吗？我供你上学，我容易吗？我啊，为了你的事儿，人家小胡啊，又是求校长，又给你辅导功课，你说不考就不考，你对得起谁呀？春兰，你又不是小孩了。接下来考不考试是你的自由，我们绝对不会干涉。但是你能不能看在咱们这一个夏天都在并肩作战的份上，你告诉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放弃？太难了，一个字儿我也写不出来。什么太难了？那语文不是你最拿手的科目吗？为什么写不出来呢？你们知道今天作文题目是什么吗？什么？题目是我的母亲。连他的面我都没见过。
让我怎么写呀？